虎扑8月31日讯，金州勇士队后卫克莱汤普森今天在个人 Instagram 上传了一张自己与火箭前锋卡梅罗安东尼、前 NBA 球员特雷西麦克格雷迪以及湖人主教练鲁克沃顿在飞机上的合照。兼新闻配图，在我们前往多哈去卡塔尔推广篮球的路上，看看这个国家如何为下一届世界杯做好准备，很兴奋能够见到那里的球迷。汤普森写道 ,2017-18 赛季汤普森常规赛场均出场 34.3 分钟，得到20分 3.8 篮板 2.5 助攻 0.75 抢断。安东尼场均上场 32.1 分钟，得到 16.2 分 5.8 篮板 1.3 助攻。Vote 494-009 Vote 编辑 SKR2。